凤舞。师父，凤舞，你的心痛吗？痛，很痛，痛到窒息。是为谁而痛呢？君临渊吗？不只是为了他，大家因为我，一个又一个的遭受着不幸，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。师父，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是不是如果我不在了，大家就不会遭受到这些？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或消失而改变。你来到这里，只是为了延续你自己的故事。可这不是我的故事，我不是凤舞，我不是。真的不是吗？师父，您的灵力是不是特别强大？小姑娘，灵是需要永远谨记，即使有一天你拥有了能够主宰这片大陆的灵力，也绝不可以拿它来做伤天害理之事。小女愿追随仙长，我总被嘲笑没有父亲，特别想提升灵力，保护我的美人娘亲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用修为做好事的，请您答应我吧。能被你找到龙凤灵界，也算是一番机缘。孩子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的徒儿了。你是替我活着是件痛苦的事吗？但是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啊。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而受伤，可他们也因为你而快乐啊。你身边的一切，君临渊、玉明夜、风寻、玄毅，还有朝歌，他们都是真实的，也是因为你，他们才会再聚在一起，经历着悲欢离合，体会着成长变化。这些都不是凤舞的故事，是你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我。
不要逃避，也不要质疑自己的宿命。珍惜身边的人，用你自己的能力好好的保护他们。可是我替代了你，你不会怨恨我吗？你并没有替代我啊，我是凤舞，你也是。也许这一路上我们的选择会不一样，但是这就是你我的路，不要质疑自己的选择，懂了吗？还有啊，照顾好娘亲，记得让她多加餐饭，盖好被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剩下的事情，去吧。这是师父的手机。